轻轨开过来，喇叭狂按，一名女子穿越轨道，差一点就被撞上，惊险瞬间让人捏把冷汗。女子穿越轨道，难道没听到喇叭声吗？这个地点在高雄轻轨美术馆站，因为绿荫隧道变成网美拍照热点。回到现场，真的有人闯轨道拍照，立刻遭驱离。违规闯轨道，最高可罚7500元。就想说只有两步而已，按个两张，就是都会觉得自己穿过去，但是实际上可能还蛮危险的。宾士车左转，砰的一声，轻轨撞到宾士车车头，85岁驾驶吓坏，车头保险杆掉落，所幸没有人伤亡，但轻轨乘客被迫换车，走在轨道上等另一班车来接驳。宾士撞轻轨，这一下恐怕赔很大。初步研判为简性单驾驶，故意标志指示左转。一名妇人搭捷运，坐在不爱坐，微微侧坐，狂客便当，嘴巴动个不停，明显吃东西，让目击乘客傻眼。车厢内禁止饮食，最高可罚7500元。网友狂酸，可能妇人真的很饿，要是真的被开罚，荷包大失血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